路城北，孟寻美，你们的存在对我有多重要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对你们的仇恨从未敢言来，即使真相销毁殆尽，也注定在我余生犹如凤凰涅槃。 浴火重生。宴会厅那边怎么还没开始？ 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是新娘子呀。你是新娘子，那宴会厅里的人是？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的消失就是为了归来。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我居然还能触碰到。 你的体温是那么的真实。陆城北，欢迎来到我的地狱，一切都只是个开始。你谁呀？ 陆城北，你居然喜欢这种类型！跳的是真不错呀。 难怪学校追你的男生都可以绕着操场排三圈了。只有你有事吗？这个地方确实挺适合做舞蹈室的，不过老师没有告诉过你吗？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更衣室了。好，那我换个地方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首先。 这里是公共教室，不存在占用秘书。其次，你说这个教室已经变成你的更衣室了，口说无凭，我会找老师确认的。<笑>我们家每年给这所学校至少捐1000万，你的奖学金就是这么来的。你难道不应该求着感谢我，还以为老师会向着你？
谁呀、啊？吵死！陆成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了？公共场合，不允许有人在这休息。没有啊。这地方确实挺适合做更衣室的。那他用我的更衣室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惩罚呀？当然，惩罚你定。不需要。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不会都忘了。江世贤，我承认是我年轻不懂事，但现在是我和程北的订婚宴，你别想搞破坏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过去了，有些事过不了，你想放过我，我还不想放过你。想干什么，汪雪美？你说你的人生像不像这条晚礼服？看似华丽，其实上面布满了虫子。让我帮你把这些虫子全都杀死，好不好？我的礼服，这可是限量款，这就这么一件。下次。可就不是一件礼服这么简单了。订婚快乐。下次可就不是一件礼服这么简单了。订婚快乐。陆成北，你也看到了，江世贤他太过分了。你不会心里还有他吧？刘老师，陈医生，江世贤。你不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对我念念不忘吧？确实忘不了你。可我已经订婚了。我结婚了。韩在元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丈夫，你认识的韩在元。怎么，这么多年，哥哥晋升成老公了？你好，走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用了。浅浅。哥。来，快上车，走。那男的谁呀？韩在元，江世显父母私塾的学生，跟他哥哥似的，两人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。他们住一起啊？江世显不住宿舍，
江之简的父母去世后，他俩就一直住在一起。离谱吧？这不就是同居吗？你还真当江之简是什么小白花呀？说不定他背地里乱得很。闭嘴！浅浅，谢谢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哥哥。无论前方是什么，我都会陪伴在你身旁。爸妈，今天是你们的忌日，希望你们在天上好好的。我已经考上了哥所在的大学，还拿到了奖学金，同学和老师都对我很好，你们放心。叔叔阿姨，我会好好照顾浅浅的，我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浅浅一个很好的生活。我会陪着她一辈子的。你们曾经说过，这个仙人掌的名字叫做极光，它代表着，就算黑夜再漫长，也总会有极光出现，像黎明一样，照亮黑夜。江之简，你们果然住在一起。韩在远，你不过是江家父母养的一条狗，现在狗主人死了，你还留在这干嘛呀？陆成梅，你住口！叔叔阿姨如同我的亲生父母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你不要在他们的忌日出言不逊。而且这是江家的事，也轮不到你管。如果非要管呢？没事吧，哥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毁了他的名声啊？够了，陆成北，我跟谁住在一起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不会喜欢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。你没事吧？哥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我没事。浅浅，陆城北一直缠着你，怎么没告诉我？我没事的，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只想好好学习。你介意我们住在一起吗？什么？刚刚陆城北说会毁了你的名声。确实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就这么住在一起，我的确只是想好好照顾你，但我没有考虑到这样会对你造成影响。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而且家离学校也不远，很方便的。最重要的是有哥你在啊。你伤现在还疼吗？你这么害怕我碰你吗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是夫妻。对不起，我只把你当哥哥。你想好了？浅浅，嗯，你今天遇见陆成北和孟寻美怎么样？我等这一天
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要不我来帮你完成吧，我怕你会再次受到伤害。不，这件事情我要亲自去做。好，我会陪着你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哥，其实你不用陪着我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你已经对我足够好了，你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，爸妈要是在天之灵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很感激你的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而且我在叔叔阿姨面前发过誓，一定会好好守护你一辈子的。谢谢哥。当时你为了图图跟我做名义夫妻，我已经欣喜若狂，我不想再当你哥了。陆总，那个您之前想合作那个千远医疗科技的人来怎么对浅浅的，我韩再远一定加倍还给你们。你们居然是？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千远科技 CEO 韩再远。